下大家行的777-300到多伦多。这次我们坐的是豪华经济舱，我们一个人多花了5000块，总共四个人多花了20000。我们想体验看看花这个20000块到底值不值得。我们刚才从香港坐到多伦多啊，其实我觉得这样的餐点不错哎。第一趟我们是坐经济舱，那接下来这一趟我们坐的就是豪华经济。对对，而且我们刚经济舱坐得很舒服，算蛮舒服的，因为我们是两个人坐三个位，我们很过分的选了第一个跟第三个位置，中间就空着，因为不会有人选中间位啊，所以这样我们就坐了一长条。现在进来国内的机场，然后新店开领在贵宾室，这个贵宾室非常的阳春，就是在进来的一小角，对，就一角，啊、你像单体咖啡这样。东西蛮少，就只有一些小点，没有热食，有酒，该有的酒还是都有，就白酒、红酒、啤酒都有，有热茶、苹果汁都有，可是就是没有热食。所以如果你是豪华经济舱，你能享受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优先进入飞机。中外应该是头等舱吧，再进去的啊。我们等一下会经过头等舱？不一定啊，看从后面进还是从前面进。你喜欢从后面还是从前面？不好说。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不好说。我觉得加拿大华人蛮多的，反正就蛮多的啊。美国华人很多哎、欸，就是你在这边中文也可以通。对啊。发现自己就是好像并不孤单。有时候你点餐的时候，他就说你要什么，你都还没讲的时候，你就说你就觉得哇，你可以讲中文。Hello. How are you? Good. Good. I see you have your pillow. You ready to sleep? Yes.Oh, good. Your mom and dad are happy already. Thank you. Okay, thank you. 凉啊，超凉的。我觉得还好，我没有把羽绒衣拿出来。你看我刚叫你拿，你不拿，香港后悔。进飞机就不会。Okay. 现在的感觉不一样，就是它。哎、欸，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坐豪华经济舱吧？有啦，哎、欸，长荣航空的豪华经济，那时候去新加坡你有坐过？那我总算是第一次坐。你们也都坐过，自己坐过都不知道。那很久前了吧？没有5年前吧？它的坐姿好特别、哦。不止啊，绝对不可能。它这里是一个平台，你可以放水，它刚刚是这样放的。对。那你这边可以打开，那桌子是在这里面的，可以把它伸出来。豪华经济舱这边有个置物的小小空间，那这边可以把你的桌子拉出来，多了一点点，这就是你的小桌子，你可以选择你要一半或者是全部，你可以往前跟往后，而且它这个很明显，它的遥控器跟刚刚加好的经济舱的质感整个大不同哎。屏幕也比较大一点，对对对，这屏幕大概有85寸吧，就是感觉高度是差不多，可是稍微比较宽一点。对，哎、欸，你躺下看你有躺到多后面。我来试试看。哦，可以，哎、欸，差很多哎。大概可以躺个20度吧。它这边的往后躺的斜度是比经济舱在这边斜。脚的那个你可以往前伸的长度也比经济舱多，你可以伸得蛮直。然后这边有个插头，我们坐经济舱的时候这个插头是没有送电的，可是不晓得这个怎么送电。是你等一下可以选择你的早餐，还有一些白酒啊、啤酒啊、一些热饮啊、冰饮什么的，你可以都可以自己选择，就是提供了2种语言。它是不是提供法语跟英语？对啊，法语啊，加拿大原本就是法语跟英语，对，它就是这样子。睡觉大概睡了3个多小时，没错。然后现在在1个小时就要抵达，在差不多在1个小时左右，刚刚好1个小时，差不多。对，它要叫你清醒的，要吃准备吃东西。这蛮特别的，大部分都是先吃再睡。他们哎，家长都是快要下飞机前叫你起来吃。对，其实这样子就是确保大家都是清醒的状态，这样也是没什么不好的。还有59分抵达多伦多。你刚才有发现什么事情吗？豪华经济餐它的早餐是不太一样，它有提供一些服务，比
比如说像一些小吃啊、点心，是你随时跟他讲，他都可以给你。那他有一套自己的早餐，那甚至呢，他在豪华经济舱有提供咖啡，可以加牛奶，是热的哦。对，以我们亚洲人的身形啊，其实坐到豪华经济舱就已经非常非常的适合。小朋友他们可以整个人都在上面呢，而且这个宽度也很厚，这个还可以往上推哦。像我185的身高，都需要放在推到最上面，对不对？对，看像我完全就是已经躺不到。你要准备吃饭，吃早餐。它这边有附一个小小的杯子，等一下要给你喝果汁用的，超级可爱，是玻璃的哦，餐巾，然后把它撕开，是铁的，北提亚的呢，跟经济舱还是有点不一样，餐具也是不一样，好冰哦，餐具好冰，这个是它的面包，试试看。其实这蛮脆的，可是要咬比较久，比较像法式面包那种，就是可是它没什么，我觉得麦香味不够重。来看一下这一盒怎么样，看起来如何？先从我最害怕的香菜蛋开始，香菜的蛋，每一口都有香菜，先吃一口看看。就是有个味道，说不上那个味道，红色的 potato， 吃一口看看，好吃，跟我平常做的一样，吃一口。它的香肠，香肠是鸡肉的，有点软，没有爆浆。香肠最普通，里面最普通的我觉得就是香肠，水果。没有，吃一看一个奇异果，奇异果还蛮甜的。我最期待的是它的草莓，因为台湾还没有到草莓季，不知道它好不好吃。好吃哎，水果都不错，它的优格是这样子。综合口味，太甜了，这个我不喜欢。Will you start to believe that it's real?嘉航整体的娱乐系统啊，做得非常不错，真的有那种国家航空的那种典范。像比如说它的电灯按钮也是在萤幕上面，服务的灯号也是坐在这上面。那当然还有一些娱乐的部分。那我觉得它的整体反应速度啊是蛮快的，像它的电影的部分在这里。不过有中文的电影啊其实不多，那有一些还蛮新的电影。它有个选项是直接可以把有中文字幕的挑出来，就在这边。然后选中文，就是这些电影都是有中文的。然后你会觉得啦，不管是经济舱还是豪华经济舱，它画面的解析度跟反应啊，都还蛮快的，其实相当不错。有没有觉得这段摄影都是暗的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整趟的飞行它都没有开灯。再来，我比较喜欢的就是看看它的这一个飞行的地图。在这部分呢、啊，嘉航也是做得不错。右手边呢、啊，这边有很多选项可以选。那当然啊，它也会自己跳。我们从 overhead 看一下这一段飞行吧。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快到多伦多了，现在对地的速度是755公里，在18分钟就要降落了，剩下最后的98公里。再看一下别的地方，我们看一下窗景好了 ，window seat。按下去，哎、欸，有 3D 的感觉，哎，它这个是虚拟的，不是真实外面的景象。可以看一下右边，它就跑到窗户的右边，看一下左边。那按中间的部分呢，
它就有一些飞行的累积表跟数据跑出来。按一下这个地球看看，它的画面就会拉远，就是一般我们比较常看到的画面。整体来说啊，就是反应啊还相当的不错。今天影片结束啦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我还是要领行李吗？不用领行李啊。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Others. You said night.